主料，蚕豆500克，辅料，花椒、盐、大料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榨蚕豆，用清水洗净，放入花椒、大料、盐浸泡2个小时。将泡好的蚕豆放入高压锅，压15分钟关火即可。煮好的蚕豆非常的软糯，烹饪技巧，放几个辣椒也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